这样，因为中国有一个就是说叫南水北调工程。那么南水北调工程呢，是1953年毛泽东在提出三峡工程的时候同时提出来的南水北调工程。那么这是一个孪生的兄弟计划，他认为呢，就是说北方水少，南方水多，我们可以调点水到北方去，那么就提出这么一个。然后呢，就是013，就是长江水利委员会的那个主任呢，就提出了3条线的计划。三条线计划呢，就是东线计划、中线计划和西线计划。这个计划呢，遭到了一些中国的一些人的反对，特别是军方的反对。军方的反对，那么他们就提出，就说这3条线的计划不能解决北方缺水的问题，那么就提出一个从西藏、从大西南调水的这么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有时候呢叫溯田运河，有时候呢叫大西线调水计划。那么大西线呢，是针对就是原来的南水北调工程中的西线计划，那叫做大西线再往西去，叫大西线计划。那么这个大西线计划的身后呢，站着151位的将军，其中呢包括就是叫赵南奇，总政总部队长，他们的支持。那么他们的支持的背后呢，就有对于藏南这块领土的这个争议的这个问题。因为1960年代初的时候，中印发生战争，那么中国现在是事实上已经失去了这块土地，事实上失去了这块土地，或者说这块土地的实际控制权。那么为什么说要那个西藏水救中国呢？因为他们提出的这个理念呢是，长江流域到2025年，那时候说2025年的时候，长江流域会变成一个缺水的流域，就是说自身的水就不够，你自身的水不够，你往北方调，那么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呢，他们想，我们还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从大西线呢，就是从雅鲁藏布江、从怒江、从就是澜沧江。从这3条江调水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 OK， 中国政府呢否认这个计划，然后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一直否认，他说有过这个大西线调水的计划。那么根据我的经验，就说中国做任何工程的时候，我们以前做工程的时候，我们需要就是25000分之1的地图，这25000分之1的地图在中国属于是军事秘密，在世界上各个国家你要去买这张图，你随便买好了，但在中国就是属于总参的，你要拿到这张图，你才能做规划，做工程规划。那么就是他们那一批人呢，就得到了军方的支持呢，拿到了这么的图，所以说军方的背景呢，他们是很大。但中国政府呢，首先是否认。对中国人来说，有一个概念上面有一个问题。中国人有个概念的问题，中国人想象的西藏就是西藏自治区的这个西藏，它不是包括就是在中国叫青藏高原，在国际上叫西藏高原，因为这将近是就是2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西藏自治区呢只有1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青藏高原，中国的叫青藏高原，为了说的方便，我还是用青藏高原这个。青藏高原呢是亚洲的水塔，它是亚洲最主要的这个河流的发源地。其实呢，对中国来说呢，它更重要。从我们的黄河、我们的长江、我们的鸭绿江、我们的大渡河、我们的金沙江，就是长江这一些，还有就是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还有再往西边的几条江，都是发源于青藏高原。如果我们把它缩小到西藏高原，就是西藏自治区的话，那么黄河不发源于这里，长江不发源于这里，就是澜沧江，就湄公河不发源于这里，不发源于这个地区。
那如果中国在现在在西藏高原上推行一个大坝计划，建了很多很多的大坝，未来西藏青藏高原将是世界上高坝建筑最密集的地方，最密集的地区。我统计了一下，世界上最高的三座大坝，高于300米，就坝高高于300米的大坝，都在青藏高原上。世界上20座高于200米的大坝，就是比三峡大坝更高的大坝，也在这个地区。而这个地区呢，是一个地震多发地区，因为青藏高原是一个就是很年轻的，在地球上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就是地貌形式，它是一个就地震的多发区。如果我们大家回想起的话，2008年的汶川地震啊，有科学家认为是由于这个紫坪部的水库这个大坝所引起的这个所触发的这个大地震，而紫坪部水库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青藏高原的边缘，它属于阿坝藏族自治州，是也是，而那个就是北川，北川是北川羌人自治州，羌人是可以说是就是藏人的一个分支，就是青藏高原是一个地震很多发，而且是地震强度很大的一个地方。那么中国政府呢，有点呢，就是说他很就是冒风险，敢冒风险。为什么敢冒这个风险呢？就是说这是一种人类贪婪的表现，和人类不尊重自然的表现。如果你把中国政府计划和已经建造和正在建造的大坝，主要的大坝连在一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西藏，就是西藏水救中国的那个大西线的计划。尽管中国政府说他没有这个计划，但是他在把这个计划针分开的落实在每一个大坝的这个计划上。他首先实现的会是就是从雅砻江和大渡河上游向黄河调水的这个计划。那么雅砻江和大渡河本来也是属于长江的流域的，我们知道长江流域本来水就不够了，所以雅砻江那里调水呢，它只会增加长江流域的缺水，所以呢它必须从接就是澜沧江的水，截这个怒江的水，截那个就是雅鲁藏布江的水。如果你在我们大家都知道雅鲁藏布江现在上面有一个藏木水库啊，藏木大坝。那么藏木大坝呢，是它的1、2、3从上往下数的第4级大坝，第四级。如果它上面的最上面的第一级大坝就是当初他们设想的，就是这个源头大坝。就是源头大坝，你从坝子上和这个它的工程的规模上，从它的坝高和它蓄水的位置上，你就可以看到这是一条计划，这是将来未来要实现的计划。至于调水水量有多大，至于调水水量有多大呢，它有最大的是3000亿立方米啊，3000亿立方米是什么样的水平呢？一年就是怎么样的水平呢？就是4条黄河的水平。那么也有2000亿那个调水计划，也有1000亿的调水计划，1000亿立方米的调水计划。那么大概10多年以前，我就和他们说，因为我用的地图和中国的专家用的地图是不一样的，我用的是外国人的地图，那个麦克马洪线以南，那是印度的实际占领区，那里是所谓的水最多的地方，是世界上降雨量最多的地方，那水量都在那边的，那个水你调不走的，你不能调走的。你就当时说这个水你们就算水量的时候，你们用点脑袋想想，那个水你们调不走的，对不对？你们调的有多少呢？现在看能调走的有多少，一个立方米也没有啊，甚至没有。从那个上面来说，调水就是一个对环境最大的破坏。